林嘉欣同洪黛林呢日一齐出席品牌酒会，平时好少行性感路线嘅林嘉欣仲罕有咁以低胸装现身，唔知老公见到会唔会嬲咧？呷醋啦，大呷醋啊！点解屋企唔系咁着噶？咁所以我都觉得好，因为即系间歇都可以俾我扮靓靓啊！但是这条裙就穿到嘉欣肚突突，难道是有了第三胎？因为我一向都不是行很瘦的路线，即我一向都是有些肉地的， 我觉得我都要为肉地少少的人士出声咯，即我们都可以很漂亮，可以很有自信，也都可以不用介意人家怎么看我。至于同场的阿 Lin 一对孖女，现在已经5个月大了，之后会不会想要追多个仔呢？暂时就未准备好嘅，不过呢如果都有呢份幸运呢，都 OK 嘅，都希望有嘅。